行動是針對一個組織策劃和參與了一個所謂35加和這個攬炒的癱瘓香港的計劃來的，從而令到整個特區政府停擺不能運作。如果這個歹毒的計劃得逞的話，香港社會包括經濟、民生整體上面 有議員亦都在兩次會議裏面在會議場地潑灑惡臭分明物體。今屆的立法會議員因為行為極不檢點而被令立即退席的有97次，明顯較上屆75次為多。 进行这个初选的时候，我已经提醒，有可能是触犯国家政法，但是呢，遗憾他们就没有理会我的这个提醒，还是非常嚣张的继续这种。本就系想有啲人去破坏呢个制度，即系大家唔好掉以轻心，以为唔关自己事，而一切切实实就伤害紧我哋嘅利益。 If this so-called primary election's purpose i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delivering what they call a 35 plus with the objective of objecting to resisting every policy initiative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en it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power. 完全是违反一国两制， 整個香港真的要再次三思。 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成了一个捆绑、拦草以及威胁特区、限制秩序的这样一种极端化的政治操作，而且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港独公投。
这犯法就犯法，那五十三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犯法就要惩之于法。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我们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和稳定。